这可是真的啊，还不是演戏的。你拜你拜你拜，我。有个有机会再叫老板请一回啊。咱今个有机会再请一回，今个上午，就我机会天天有，机会你天天有啊，我天天给你机会，哥走这条路吧。他请说事儿，问命人，你没有我的钥匙，你咋管拿着我的猪肉了，我的天啊！开玩笑，这是新疆的朋友给的，给谁的？给你的，给我的有啥区别？你给我还有啥分吗？我的不都是你的，你的不都是我的吗？我的也是你的，你的也是你的。啊，于代元，于代元。哎呀，哎呀，你老板好，老板好，还是屋里连贯。老板好。啊，呀，那个，认识你。哎，吃个虾，虾吃，花生米，花生米给这个这，给他拼一下。花生米给多少？对，烧啥呀？酱肉烩肉饼，老是烧牛肚肉。来都来，点几个经典的鱼菜。经典的，结婚来了。蒜白，和面。经典，给你点的。多少钱？老板马上算账。就在那点的。半吊，炒半吊吗？啊，我要钱给你妈叫小二哥，马上要算账，他该哭了。爷，我老牛老了。你该老呀，有的。老家老。真老，你该老爷子。你拜你拜你拜，我。这可是真的啊，还不是演戏的。二百九。哎，新疆人是的，喝新疆酒。小芳，虾吃虾喝，来哥。哎呀，还虾吃虾喝呀？这不是虾吃虾？这个大人那不给我倒啊？那给你大人给你哥。你早点，你别吃成虾黄了。嗯，这跟你一样，扒拉的快啊。手包虾，你看这是河虾味儿。反正我知道这是水虾。嗯。有味儿了，尝尝今天这个烧的这个牛肚，我跟你说啊，不夸张啊，比昨天的，比昨天正宗吧？不一个级别，这个软香。哎，哥，我想尝尝一个鲜物，嗯，尝尝那个鲜物，哥。面点豆，小时候吃过没有？俺小时候没有，俺小时候吃的就是腊黄豆。面点豆，哥，早，哎呀，这炒的就是不赖，不是不赖。有特色，有特色嘛，传统那个老味道炒出来了。大家出去好，都说啥？请你吃啥？请烧啥呀？烧海参。烧都有啥？烧鱿鱼。海参、鱿鱼、玉兰面。玉兰面，那烧啥呀？嗯，光棍。今天鱼菜我叫你吃一遍。这叫深深的吃一口。这叫啥？花虾。你这瞎吃瞎喝。嗯，没有那个眼睛。哎，又来一个，又来一个经典的。哇塞，回肉币，小时候回肉币。嗯，老铁们，这个称上老鱼蛋称的，真的老鱼蛋。但这个菜有的地方有的地方没有，那做法不一样啊？做法不一样。这个我真不咋知道，老铁们，给二哥普及普及，这个菜算不算老鱼蛋？老鱼蛋啊，好吃哥，好吃吧？好吃。每个人做法不一样啊，我做这个东西好稍微多点钱，尝尝尝尝。味儿烩出来了，那吃老鱼的，你都是上不来吧？我跟你负责任的跟你说，这个烧牛肚，嗯，烧啥呀？嗯，还有这个小时候烩肉饼，嗯、这几样菜，你知道吃不出来咸味儿，都证明这个师傅啊，用传统的制作方法做了，金黄金黄的啊，看没有？这也上了吗？打武器，应该拿刀啊。蒜门蒜面儿，哎，你闻见？你看，打开鸡蛋皮儿，我跟你说，这一化开，这个蒜香味儿，都这个味儿。来吧，来吧，来，都尝尝，都尝尝。老板送的鸡蛋肠啊，老式鸡蛋肠。恁都名字都说错了啊！这当然送给你嘞，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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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嘞。先别喝，都这一看，就它这个颜色，包裹里头放的蒜香味儿，不是蒜香味儿，这才是真正老式滚蛋肠。滚蛋肠，滚蛋肠。嗯，他家不是光炒面那好吃啊！啊，炝锅面还是一绝。一绝，那我得尝尝，别端了。上面经典嘛，经典。哎，这我跟你说，这面上那是经典。你倒着碗去球，我那还弄多哥，你看我都倒了，够中不中？那这可啊，再聊一个。哎，你肉可不错。今个重点说一下啊，因为今个师哥掏了钱，这碗面上。老板送我，咱俩光搁那搁那忽悠嘞，给老铁们介绍地址在哪？这地址，圆滚酒店南边，路东嘞。他介绍都光圆滚酒店，圆滚酒店，万一
上海一个圆环酒店，北京一个圆环酒店。老铁们，周口市啊，这个英美大道，也就是东楼路，东楼路这个太行路，圆环酒店南边一点路东门，御菜园。